丝绸之路的风，自由浩荡。源自印度的佛法，就在这条路上与中国相遇。地处天山南麓、丝路北到咽喉的古丘茨，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石窟也随之而来。这就是塔克拉玛干的边缘了，前面就是大沙漠。沿着塔里木河的支流木扎提河，我们走进新疆拜城县的明乌塔格山谷。公元三世纪，古丘茨人在这里开凿了中国最西端也是最早的石窟群——克孜尔石窟。位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群和中国内地石窟群之间的克孜尔石窟，是印度石窟艺术进入中国的前站，解码中国石窟的第一把钥匙就藏在这里。我们以前走着走着，走到那个树林带，头这么一抬，那个就有蛇，那种小蛇就在那个树枝子上这样挂着，你知道吧？那每个洞口它在哪，我就得上去啊。木板搭的桥，这有点晃晃悠悠的。在我们上大三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个教学片，当时科藏委员会就把我的魂就收掉了，所以我就毕业以后背着行李自己就到这来了。当时研究所就是特别艰苦嘛，我们住的是土坯房，也是经常没有电，没有电话是有一个那个老式那种手摇的那种电话机。看多危险，看我们脚滑了一下，刚。这个流失海外这个壁画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因为在这工作了20多年嘛，我上山这个速度比较快，我自己感觉我经常在那个山上就像羚羊一样。在那个山间奔跑。114窟进来了，你看这个街区的壁画一块一块要测量要核对。老板，先把全尺给我，我量一下这个尺寸，你记录啊。这一块，这是一整块截取的，我看要读到这个尺寸，看从这截取的啊。我的研究对象它是残缺不全的，是不完整的，是一个一个窟窿，是开了天窗的。我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身上的皮肤被全部拔掉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进到那个洞窟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克孜尔石窟的美总是伴随着一道道伤痕。公元10世纪开始的宗教纷争中，大量寺庙被拆，佛像被毁，到14世纪西域佛教中心丘茨最终湮灭，从此克孜尔石窟沉寂荒山数百年。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热中，刚刚掀开神秘面纱的克孜尔再一次落入魔掌。这幅经典的祭月图就是被德国探险队盗割走的，两位月神含情相依，曲线优美，画面爱意缠绵。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带队的第三次德国探险队来到库车，当地仆从告诉他们，明乌塔格山隐藏着一个石窟群，日本人曾经到过那里，并待了3个月。已被日本人劫掠一波的克孜尔，依然让德国探险队惊喜不已。
格伦·威德尔是欧洲的佛教艺术研究权威，他在克孜尔看到了世界上独有的一种石窟艺术形式——菱格画。每个以山水为界的菱格内都会有一个佛传故事片段。更让格伦·威德尔着迷的是古印度、希腊、波斯与龟兹本土艺术融合后的全新样式。用矿物颜料多层晕染，让人物机体产生浮雕般的立体感，这是古印度的凹凸法。用粗犷有力的铁线描勾勒形体，大小几何图形强调骨骼，是典型的龟兹画风。薄衣透体、丰乳肥臀甚至裸体的菩萨形象，明显受到古印度生殖崇拜的影响。诸神的面孔换成典型的龟兹人形象，圆脸粗颈，五官集中。来自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一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开启了本土化的改造。由于沙砾岩容易坍塌，龟兹工匠把印度石窟的半圆形覆钵塔变成了直通窟顶的中心塔柱。后来敦煌、河西乃至云冈石窟的中心塔柱窟都参照这一模式建造。龟兹模式的形成开创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先河。和专注于壁画临摹、石窟研究的格伦·威德尔不同，探险队里的勒科克像一个疯狂的壁画收割机，他一边狂赞这是我们在中亚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一边抡起特制的虎尾锯。这是1711，这个墙就是盘陀，这你盘陀，对，通壁的，这一条，对，这一条整个壁面，一直到劝顶终极，对，一直到劝顶终极。这个大幅的画面它是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带走的，回去以后它很多这个箱子还没打开，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的箱子就被炸了，现有的那些拼起来以后它就缺了几块。我们还有一块壁画就是特别精美的，你看这个半圆端面上面这个菩萨说法陀，他接中那一幅的时候把中两侧的人给破坏了，这个破坏是太可惜了。每一个洞窟有多少壁画被截取了，有哪些复原了，有哪些部位还没有复原还是缺的，都在我脑子里。从2002年起，赵丽走出国门，遍访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等海外博物馆，搜集到465幅克孜尔流失壁画图片。回到克孜尔，再一一对照玻璃残痕，反复测量考证，先后为80%的克孜尔流失壁画找到母窟的位置。我在找的过程中，实际上它就在我们这洞窟，就在某一个地方，就在某一个位置在等着我。等最后把它找到以后，真的我在梦中我都能笑醒。我把这个壁画，我给它找到了家的位置。拯救龟兹壁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临摹。和赵丽一样，郭峰也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神网的龟兹研究院，专业从事壁画修复临摹。龟兹石窟群大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深山。20多年来，郭峰辗转各窟临摹，清冷的洞窟成了他的艺术天堂。
我们寻访到郭峰时，他正在秋瓷第二大石窟库木土拉石窟临摹58窟正壁残存的祭月图。像我们那老前辈，他们89年、90年、91年在这临摹了200平方吧，就是说当年他们临的时候，有些洞窟都是水嘛，就是在就站在水面临摹的，就抢救性临摹，我是复原性临摹。库木土拉石窟开凿在渭干河畔的断崖上。上世纪70年代，渭干河修水电站，库木土拉30多个洞窟进水，大部分壁画被淹。崖壁上并列开凿的5个石窟，是库木土拉石窟的封面，5连洞。这下开阔了。哦呦，这就是传说中的5连洞。这个这是门，就从这上下的，这是木头嘛。然后这不是上面一个梯，这个梯子上连接的，从这上下的。他说，他们从这儿。哦，对对，古人。哦呦，那就是他们从河边过来。是是是。到这儿。上了上，然后拜个佛，拜个佛。这个正面有一栋大佛。对对。哎呦，可惜，佛影都不见了。库木土拉一指沙漠中的烽火台，是汉唐王朝管辖秋瓷的一个军事要地。尤其是唐朝在秋瓷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后，这里完全由中原团队管理。他们为石窟带来了唐风，印证了佛教艺术并非自西向东的单一传播模式。库木土拉壁画最大的特点是秋瓷画风和中原画风并存。遗憾的是，这些壁画也被壁画收割机乐科克切割带走。幸亏当时新一窟和新二窟还在土里埋着，秋瓷石窟群皇冠上的明珠穹顶众神之舞壁画得以完整保存。13个梯形格内的13尊菩萨，都是男性的面容，女性的身姿，他们两两相对，围绕着硕大的莲花轻歌曼舞，让整个秋瓷为之沉醉。与原状临摹不同的是，复原临摹是根据壁画残迹的用色、构图规律来再现原壁画的神采。是库木土拉50窟都是因缘故事。这是画家画佛，这手里拿了个长长的毛笔吧，秋瓷风格的壁画。这你看这画的秋瓷的水纹都是这样子，窝纹、水窝纹，表现水。这两幅就画了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就每天是10个小时，或者是12个小时，每天30天。郭峰除了临摹还是临摹，可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有太多的壁画等待临摹整理。寂静的石窟里，偶然会有山下的村民来访。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古秋瓷管弦祭月，特善诸国。秋瓷壁画中最多的就是祭月形象。跟这个弹琴这个，它是全脉都是相通的。这个壁画，你看我画这个线，比方说拿那个笔，或者上颜色，叉叉，就跟他那个弹的一样嘛。
前方。其实现在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穿过火焰山在走？前方上陡坡，啊，现在就是火焰山里头穿着了。在新疆地区，除秋瓷石窟群外，还有中原与西域石窟艺术互传的桥梁——高昌石窟群。古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公元五到七世纪，吐鲁番盆地的四个独立王国都是汉族建立的。唐贞观二年，玄奘西行途经高昌国，曾受到国王居文泰的疯狂挽留，并任作义帝。国王的寺院博兹克里克石窟就开凿在火焰山下木头沟河谷的崖壁上。这块都没有停车场，整个山坡这么是斜下来的，所以说在毁佛的时候，就十四世纪以后，因为这里边流沙，整个就把洞窟就给盖掉了，哦，全埋了。对，最后勒克来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墙角有一点点很鲜艳的颜色，就把土给清理了，清理了之后一下就特别震惊，重见天日就是，对呀，对啊。克里克据说有一个最悲惨的洞，对啊，二十个、啊、对，这里原来是保存最好的，但是一幅都没有了，全部被切走了。好家伙，片甲不留啊。我们过来看看这个原图吧。这个是这个应该就是这面墙把这一块扒下来的是吧？两块三块四块，这些都是开缝啊，开缝。我的天哪，你看每一个巨缝都有一公分。对，最少的，最少一公分。这是缩小了的。这放到三米多的高度的话，这个缝也得这么宽。这么宽？对，两三公分有个地方。你看这么宽的一条缝，我踩下来，全踩掉了。对，你看它保留了一点，这是因为塌方。哦，这下面土被埋掉了啊！天哪，这个佛脚。这是佛脚吗？对。哦呦，这完整的一双佛脚。但是你仔细看，它全是顺撇啊，都是右脚或都是左脚。哦，都是右脚和都是左脚，有点佛脚我们就过佛脚了。对，好。哎呀，国宝窟啊，国宝是，国宝窟，片甲不留。走进博兹克里克，恍若走进了敦煌的唐代洞窟。这座离敦煌最近的西域石窟，成为中原画风反传西域的第一块试验田。尤其到了高昌回鹘时期，秋瓷式的西域晕染法变为中原的用线造型，中国人独创的经变化走进博兹克里克，与秋瓷和中亚艺术融合后，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回鹘画风。这好像是那个各国王子卷帘图。 对，一共敦煌的158窟有两同样的那个。对，但是这个跟它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16个人物的形象其实是当地的人的形象。你比如说最中心这个戴的这种帽子，主要是看他的帽子。哦，那像汉人的。对，那个就是汉人。你像那个戴着剑的，就头上插了两根剑，那个肯定是狩猎的一个民族的形象。对对对啊。第33窟正壁一号王子举爱图，徐东梁摹稿。那么吐鲁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族？就是丝绸之路的贸易。吐鲁番那个自古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交接点，这些个其实就是在丝绸之路商道上做往来做贸易的这个团队。虽然是本地化民族化的一个过程，但是主流还是中原文化对它的一个影响。
国人勒科克走后，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吐鲁番，看到勒科克留下的一片狼藉，斯坦因给朋友写信说，这种粗野的方法根本不是考古，而是挖宝。极为讽刺的是，斯坦因接着也用虎尾锯大肆切割壁画。1904年到1913年间，博斯克里克石窟 90% 的壁画被英、德、俄、日四个探险队切割，流散海外。那你们这次来就是一个中国的石窟之旅，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想来新疆甘肃看看，就是那条路，你知道这是丝绸之路是的，所以我们就想看看，就是经历这个文化，然后多了解中国的历史。每天从山下的木头沟村赶到博斯克里克石窟演奏弹布尔，是艾依提近30年来重复不变的生活。在博斯克里克，艾依提是来的最早的人，徐东良是走的最晚的人。我在这块一天要工作13个小时，其实可以工作的时间更长，因为没有光了，这太阳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就撤出去。那么中午有时候就是一杯开水，然后一个冷饼。整个丝绸之路对我当时是个很有诱惑力，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92年9月1号买的票，9月4号到的这个地方啊，坐了4天的火车。不像现在很多硬件设施很完善了，都在悬崖峭壁上。那个脚窝，你要是走错一个位置，你就上不去了，甚至会拽下来。上去之后也特别害怕，因为一脚走错的话，你就会掉下去。不会拽死，也会拽残废。30年间，徐东良临摹高昌石窟群壁画600多平方米，几乎把所有高昌石窟残留壁画都临摹了一遍。虽然环境比较恶劣，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整理的话，可能再过10年或过20年，可能信息量是递减的，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如果我要早生100年的话，我可能信息量整理的会更多。说既然让我看到了，我不能把它放弃，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批资料就留下来了。30年日复一日的临摹，徐东良成为洞窟里的一束光。半生在固定的位置弹奏，艾依提成了博斯克里克的一道风景，是坚守让时间有了重量。如果说佛教石窟艺术走进中国是一场漫长的旅行，那么新疆就是这场旅途的起点。从佛经翻译到画师塑匠，从洞窟形制到壁画内容，新疆都为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做好了二传手的准备。中国石窟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教授素白先生，按照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线路，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将全中国的石窟群划分为4大区域，即新疆地区、
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藏地区。沿着经高昌穿越罗布泊东行玉门关的丝路北道，我们走进了佛教传入内地的第一站敦煌。欢迎大家来到沙洲十邑啊，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人间美味沙葱牛肉饼啊。好，咱们出锅好不好？中古时期，在无数商旅和僧人穿行的丝绸之路上，中国最早的海关所在地敦煌是他们心中的灯塔。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坯，龟兹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莫高窟早期壁画，奔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早期的彩塑同样带着中西混血的印记。在莫高窟最古老的北梁二七五窟，主尊焦脚弥勒既有希腊化的犍陀罗造像外形，又有谦谦君子的儒家气质。两壁的菩萨们高鼻深目，却在传统的汉家宫阙中禅思。傅祥波的敦煌彩塑临摹完全按古代工匠的方式，用柴草搭骨架，用泥塑形。他在无数次的临摹中发现，敦煌彩塑中国化的切入点是从神韵开始。古代匠人追求的并不是说形体比例的一种完美状态，他追求的是一种意境，
一种神的一种传达，它会让你去慢慢去品味，去感受这个，通过这些塑像去感受佛的这种庄严，去感受佛国世界的这种一种神圣。西来的坚陀罗造像风格表情高冷，敦煌工匠让佛菩萨们眉目含笑，因为在中国人的心里，微笑是最美的表情。北魏二五九窟这尊禅定佛，表现佛在禅修中获得顿悟的喜悦，因那抹神秘的微笑被称为东方蒙娜丽莎。早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年了。敦煌石窟艺术啊，它体现了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地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外来的艺术，所以中西文化在这融合。西魏二八五窟是莫高窟中西融合的代表，源自古印度的湿婆神、毗湿奴神，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同处一窟，共同翱翔。中西文明对话，中西文明互鉴，丝路上多元文化的荟萃呢，这个洞窟呢，我们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非常形象的就把这个文明对话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凝固在这个地方了啊，这个洞窟里面。学油画出身的马强，在临摹敦煌壁画的三十多年中，领悟到中国线条赋予敦煌壁画的东方神韵。西方也有线，但它那个线是轮廓，它是一种素描的一种概念，而中国的线，它有起承转合这个动作提案。敦煌壁画从一开始就有中国书法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影响。当中国人最擅长的用线技巧融入洞窟，四壁的形象变得飞扬而灵动。简洁明了的白描，衣袂飘飘的包衣薄带，秀骨清相的南朝审美，会说话的中国线条开始倡议表达。进入隋唐，佛教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已完全摆脱印度影响，确立了中国式造像风格和民族绘画样式。尤其是大型经变画的诞生，将佛教艺术中国化推向了高潮。这个经变画就是解析出这个佛国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印度在中亚是看不到的这是中国画家的创造。随着经变画的出现，唐代俗世人物和现实生活百态大量涌入莫高窟，清冷的石壁有了人间的温度。亭台楼榭，古乐齐鸣的听法场面恍如长安大型歌舞晚会。胡商遇道土，丝路商旅生活的场景重现。各国王子举哀图，堪比意大利乔托的哀悼基督。1055幅经变画，
把莫高窟变成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连续剧片场。完全中国化的还有佛国的精灵飞天。我们在印度呢，看到印度那个飞天呢，它都很写实。那么中国呢，它是通过这样一种精神，通过一种神韵，形成一种韵味。这就是我们中国绘画追求的气韵。和山文山的日出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全景，应该是用一个广角镜头比较好。让我们再往前走一下，突然那么善良。旁人的角度肯定是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肯定是要去找一个新的角度，因为莫高窟太熟悉了，你不能再去做重复的拍摄，只有去创新找新角度，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1981年，刚刚来到莫高窟的吴健就承担起石窟塑像壁画的拍摄任务。我可能不下100遍到45窟，因为这个洞窟呢，可以说莫高窟艺术价值达到了炉火纯青。不仅仅是彩塑，壁画也是这样。45窟造像是莫高窟唐代彩塑的经典。佛陀庄严端坐说法，阿难率真如仙衣冠玉的美少年，迦叶老成，皱纹里透着阅尽沧桑的宽和，菩萨静美 S 型的身姿极尽妩媚，他们生动如佛国的人，慈悲如人间的神。即使是夏日，去往瓜州的路也是荒凉的。莫高窟以东100多公里外的榆林河谷，深藏着敦煌石窟群中的第二大石窟榆林窟。一平方米壁画，你在这5天里面画一平方米壁画，这就算你进步了。你看像这些，我刚才收的这么亮些，原来这个眼睛
形象基本看不出来。现在你看，通过我修复以后，他弄的木管的位置什么，你看他就看起来了，对不对？哎，你不修，他站着他不能看清。作为莫高窟姊妹窟的榆林窟，最大的亮点是西夏壁画。第二窟的两幅水月观音是一种超然独行、远离尘嚣的意境美。观音造型源自唐代周昉所创的周家样。第三窟的文殊变和普贤变衣袂飘飘，满壁风动，如一幅佛国的人物出行图。吴代当风的线描技法源自唐代吴道子创造的吴家样。我感觉我多修一遍，我就感觉那个菩萨，哎呀，病好了，哎，精神就好了，好人一样，我是这么理解。我倒不敢过度，因为这么多的菩萨或塑像，有的都在用。我不是说他就是不会说话，哎，你越看他越有意思。你看像这些走药的，你看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按这个节奏来吹奏，你看，对吧？你和他有了感情以后，你就感觉这很有意思，哎，你就感觉这应该要很把他要病尽快的来治好，所以这样你感觉这也不累，做了这个还要做那个。维修大佛的脚手架数十米高，这位九旬老人每天要上下四五趟。1956年刚来莫高窟上班的李云鹤答应常书鸿所长去修复壁画和彩塑，他用一生守着这个承诺，90岁高龄仍不离开修复一线。莫高窟9层楼对面这个宁静的古寺，曾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办公场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的故居就在这个小院里。1935年，这位已在法国画坛崭露头角的留学生，只因偶然在塞纳河边的小书摊儿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就毅然来到敦煌，开启了莫高窟的拯救和保护，成为敦煌的守护神。这是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复原临摹的唐代壁画经典《都督夫人礼佛图》。原本只想到敦煌学习人物画的他，却一辈子没有离开敦煌。莫高窟历任掌门人都面临一个难题，如何长久保护这些脆弱的壁画彩塑。第三任院长樊锦诗选择了数字化。我们希望这样的遗产能保持下去吧，它最后可能是要流失，但是我们已经采取那么多措施了。另外我们为了预防做事，我每个洞都要把墓放上树，最后我要靠这个数字化的一些信息了，我就要求这数字化信息永久保存下去。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壁画数字化的采集，已经达到了佛头的这个周围。小心，就是这个轨道，这轨道只要踢一下就完了，拍干了，慢一点。
我预计呢，这个洞窟的这个壁画数字化的采集呢，应该突破10万张，啊，已经8万多张了。就是说，把所有的文物信息呢，都要毫不保留的、覆盖式的，全部要把它表现出来、拍摄下来。这是中心塔柱形式的洞窟。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6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梵锦师心心念念的线上莫高窟呼之欲出。对生死的追问，诞生了佛教。强大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式佛教。正如这尊不朽的涅槃佛，如睡梦觉，如莲静开，象征着不生不灭的永恒。一场宗教的告别仪式，被敦煌艺术家演奏成了一曲生命的礼赞。我们现在讲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哪里？我们要了解，要搞懂了中国传统精神，那我们才有自信啊。所以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对外来文化一种包容的精神，哎，包容、并存、交流、互鉴。只有高度自信的文明，才能海纳百川；只有不断创新的民族，才能生生不息。敦煌莫高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不朽见证。